不是你就是我看这个儿子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儿子脸上那车油门儿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走着套出来去，俺们不敢弄的。对，他们没要。他说你得这回要软化了以后一套就给套出来，那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亏了，你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寻思那么大一块？对。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5、6年以上吧。哦。一般时间短了形成不这样。那天和儿子这有嘛那些好什么呢？儿子弄不去，牙变下了去。我跟你讲，看又一块。走，走。哦，再吃一块，再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都买了。要不咱就弄了。白买了。这不得得白呢，也挺要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第一。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10多分钟的。行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。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10多分钟儿好吧。实在是一会儿再来。别说人不是不是人，有啥事？全都耳朵，听不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有的做的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。医院就麻烦，他得挂号闹线的。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咱俩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弄东西给你吸还疼还害怕，咱这个他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越忙越捣乱，习惯了还破了。哦。